俗话说得好，好狼怕缠女，只要我坚持不懈，我就能让诗诗爱上一次。这次三次大王，又是你，这是我给你带来的见面，喜不喜欢呀？不喜欢，走。夫君，夫君起得这么早，一定还没吃早饭吗？我都带过来了。谁是你？隔岸江畔好像有家小巷酒馆，门庭若市却还一句破锣不堪。其实很想喝你，欢声多不走到槐树下就期盼。我知道你不想害我，也不想害别人。为什么对我好不怕我？这里你的本事，你要是想伤我，我还能在这跟你说话。你不过就是生来与众不同罢了。嗯，我冷漠啊，冷漠。拉木，你离开我难过，想你，拉木，喜欢你，过我，娘子啊。今日既然相见了，那不如本姑娘就把自己先给唐主，一文不发，便可白得一位万里挑一的美娇妻。赎鸳鸯这太费钱了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呢图的不是你的钱，我图的是你的人。哎，别，你别叫我。这杀人后会有剧毒。剧毒？我要钱，我命，那就是他要媳妇儿。贪财还不仗义，我这么给你挣钱，你就这么给我？以后我就叫你钱了。但凭钱到底，本渊定然跟你合欢结发，真心相信。我们成亲吧。你这么快就想明白了吗？嗯，择日不如撞。我可不怕。为了钱，知道吗？我可不怕。为了钱，知道吗？别动，别动。姑娘不必再为此感到心伤。梦里有个令在下心动的姑娘，自己倒真是不小啊。月下，谢谢你在我最潦倒的时候还愿意陪在我身边，不计较我过去的不堪。文人，也谢谢你在我人生中留下这样一段和煦的婚姻。你相信我，为何你不一样？因为在你凶悍暴力的外表之下，忍出我见过最纯良的心，所以我愿意相信你。在我心里就是最重要的，珍惜你的身体。这日后不管风寒酷暑，转多转少都无所谓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答应你，等你回来，我一定还你长期承诺。拉木要让娘子世上最幸福。拉木还有文恩公子，他们三个虽然性情各异，但都是可亲的良善之人。受定空心怎么办？神石不就是他吗？神石就是